太小声了吧？你这可以做。 虽然他弹错了，哎，GG耶，真是的，给个爱心。你干嘛？我在，我知道你在，欸，你在干嘛？ 彩虹啦，蓝的光，不够。聊天室有没有人？我有没有开成功？打个字。 谢谢。我昨天仔细想了一下，那款躲猫猫不适合开台玩，不适合开台跟观众玩，我会被ghost到死哦，我会被，哦，繁星是番茄。 抓他！那样子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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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一样就是。 好，大概两三小时吧。六七点会关台。哎，这么巧，世界怎么那么小？等我一下哦，不一样，东西要拿起来一下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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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 Oh yeah！本来想说，我昨天在移除那个游戏的时候，因为。 这两天发现 OBS 那个爸爸剪片剪的输出时间开始变久了，我想说
那把一些没有玩的游戏删掉嘛，不就移除掉。然后在移的过程中，就是点到了一个资料夹，然后它里面有个什么 JSP 档还是什么的。然后那时候就是他是叫我以什么，就是找不到开启的资料夹嘛，就是要用那个记事本或是 Word 开启。结果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点的，就点到说一律使用这个资料，那个一这个资料，我那时候是点到一律使用那个记事本开启。我那时候没有要点，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很怕动到东西，我就关掉。然后关掉的时候，他出现那个就是把很多相同的副档名全部覆盖掉了，然后覆盖掉了，我就很哭，是我死定很多有类似的就是副档名的都变成那个记事本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欸，好烦哦。结果我从昨天1:30弄到3点，快4点。还没弄好，因为我怕说后面像玩哦，《俄曼尔斯》也有一个那个副档名是 JJSP 什么的，我看一下哦。找一找，所以我现在很烦躁。看一下哦。内容，本机档案浏览。叫做 JSON 档，这个副档名放回来应该可以设定回来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换不回来了，因为怎么讲？它这个是文，因为那时候说这个是文件档。哎、欸，啪啪，等一下哦，我打个招呼。不要抢我的 QR code 哦，这个是我打字的 QR code， 不要盗用过去哦。在聊一些鸟事的时候遇到阿帕，啊，这位是一位图文作家叫阿帕，他是，对，他就叫阿帕，啊，他是画那个、啊、兔子狗狗的那个，然后在画那种咖啡厅工作的，宠物咖啡厅。那时候好像玩光遇玩了半年吧，然后就看到他入坑了，然后马上冲过去加他好友。结果他好像也是花了一个礼拜而已就学会跑腿，然后再看看我，丁安安，没事，开一台。好的啊，难说。
加藤按按。还有乌龟，对啊。好认真也开台，嗯，推广，好，哦，那我今天下午来更新一下粉专好了，哈哈哈哈哈。真正的疗伤中，这个是水果钱。啊！你靠腰！感谢加藤优一的水果钱。哎、欸，快月底了，优一，你的卡还好吗？你的卡还活着吗？你的卡还有灵压吗？嗯，点不到。呆鱼，救我！呆鱼，欸、我想跟贝贝打日马、欸。昨天因为在处理鸟那个电脑的事情，然后就看到隔壁就边缘人嘛，然后佩佩跟月月在那个。跑来串我这边，我只是开上线，然后看一下你们在干嘛，然后就去处理我的事情，然后画面切回来就看到一群人围在我身边，然后就只是重开机一下，然后上线看一下，哎呀、啊、怎么边缘人去睡觉了？我说哎、欸、三点了、欸、小朋友三点了怎么还不睡？他说哎、欸、嘿。荷包君说他撑得住，不是荷包问题，是卡片好吗？是卡片，我要的不是面包，我要的是料，好吗？你那个大概就是起司，有没有？卡片就是起司的薄度，然后钞票就是生菜，对不对？然后钱包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面包。嗨。Love you, I need you, love you. 凌晨三点呐、啊，但他们没有在跑图，真的是在聊天呐、啊，就只是把光遇当聊天室在聊，可是他们是开着光遇，然后用语音那边聊天，我觉得干，这就是科技冷漠，有没有？就是低头玩游戏，在那边聊天，在那边跑光遇。昨天阿姨直接撞过来，右手臂有伤，其余还好。哇靠！哎、欸，你的右手很重要哎、欸。你看，你拿青弩好不好？你拿青弩，还是你是拿什么？啊，不对，那是狼月。你拿武器，你刚讲说你这样我怎么猎龙？走喽，海龟喽，我们出发，咱们海龟见。
阿姨好猛。哎、欸，大鱼，我们长高吧，我们长高一点吧，不然海龟子烧不到，我快气死了。你想穿什么衣服？你想要穿什么衫？你敢有这个？你敢有水母裤？还是你穿什么裤子我配你？哦哟哎，出发出发！昨天呆鱼陪我跑了两次火试炼，就是那个细细长长那个跳下去，每次都跳歪。结果我们第一次在里面迷路了大概五分钟吧，然后就正当绝望的时候，呆鱼也打了说迷路了，就前面就一道曙光，往上的楼梯就这样出现了，我们差点死在那里面。迷迷安安，你跟呆鱼打招呼，呆鱼没在聊天室啊，他应该在看台啦。他怎么可能不在聊天室嘞？阿佩佩嘞，阿月月嘞，你们是不是在 DC 啊？哎、欸，对，约会吧，不知道，约会装厉害吧？看到大鱼跟晨晨在游戏啊，就想说打个招呼。哦。嗯，为什么挥手了？我们要先下潜嘛，我们去捡啊，算了，那不急，不急不急。看，我现在肚子又痛了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容易因为一些事情紧张到烦躁，然后肚子又很痛、欸。哎，天哪、啊！我昨天肚子痛是因为拉肚子啊，现在肚子痛是因为紧张，所以晚点结束后。晚点结束后要去那个观台讲屁话。为什么番茄后面是挂号25啊？还欠25颗爱心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还是番茄25岁？然后打在那边，那边缘人是不是在你那边是17？边缘人17还是16？我猜猜啊、哦、DC 那五个人有几个在看台？有没半个。杰安安，下午好。那什么脸？走喽。呼吸检查，对吧、啊？完全哦，你看马上有啊，多棒啊！
点杯可乐。隔壁的我们烧完了，我可以刷个速通，速刷，帮我们去捡贝壳，他们来抓泥鳅，彪哥哥好不好？这边有没有啊？有，哎，带鱼这边有两个贝壳，带鱼有两个贝壳，带鱼。另外一个在隔壁，有看到吗？你已经很久没上了，没事没事，可以偶尔上线啊，新季节。光遇 speed run， 贝壳，海龟找海龟，你是用电脑玩吗？不是，是 Switch。感觉用电脑玩很神秘耶，要怎么控啊？有人找到乌龟吗？海龟吗？没理由海龟烧完死掉了，海龟在我这。Go。挂在那边有用吗？呆鱼，快点呆鱼，跑起来！这里吸得到，哦。再吸呀，再吸呀，再吸呀！游泳喽！
安安，去圣岛会不会撞到教主？很难哦，你试试看啊，因为现在圣岛这边是有海龟的时间。哦，速 A 卡 ，B 卡。我今天又把那个九天玄女的那个影片再看了一次，难怪他们是说那个什么指甲，欸，真的仔细去看会看到那个红色的那个，也不是算指甲油吧，就红色的那个墨，有沾到那个玉米上面，然后你要看一下那个锅子里面的玉米，有几颗有红红的，然后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结果最后确定不会有那个了，哎，书记跟会计，哎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想说，看雀人可以把他的胸部画到多大。但没有，难过哎。隔壁这个彩虹是谁啊？小黑。哭哭，对啊。而且他不是有个那个吗？会长打排球的那个说什么？原来不会打那个。那个惊那个什么惊悚的图，惊悚的惊讶的图，我以为他可以拿来当那个贴图，就没有。We don't talk anymore。我们这边吸是不是直接去跑图比较快啊？他如果只有等于一个烛火的话，我们去跑图是更快啊？感觉是不是啊？这个我们就花了九分钟在那边吸他的，换设备看直播，好的。哇，好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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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亮！好亮！好亮！对不起各位，但是真的太亮了，我很抱歉。下午好，安安。Hello， 大佬。Hello， 大佬。嗯，我是软硬胶。结束喽！啊，小黑，带鱼走，带鱼，我们跑。你解任务，动打右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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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，哎，戴眼镜要上班吗？要上课吗？
好诶、欸，一点安安，Hello，五点网课哦，一样哦，来去看一下大辣位，帮磊看看大辣的位。先看一下今天美金啊，开始降了，开始降了，完了，19和29.18了。We don't talk anymore. We don't talk anymore. 看一下哦，今天的。今天的先祖啊，在终点，再到终点。先大辣，一图、二图、四龙中间跟沉船啊。要音乐，啊，小鱼，你最近跟他们打 LO 打得顺利啊？那个谁，从前天还昨天，那个番茄就说，欸，他怎么讲？欸，教主，我说教主，我说哈。小鱼跟那位 Joker 现在在打 Overwatch， 你有没有要玩？我没有啊，你看我手抖成这样子，讲是这样讲啊，可是今晚八点是打斗阵，跟团团他们玩，对，红原安跟团团他们打斗阵，对，打到10点。撞起来，那我就应该是玩第一把去撞。哦不，蓝色的光，它下去了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！哇，你好棒哦！为什么机器人还在啊？靠腰哦，哦哒哦哒，斗阵特工。好扯哦！神秘机器人，神秘机器人，阿拉斯加的闪电，神秘飞机圈，阿拉斯加的闪电。灵魂在召唤。这边几个啊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6、17根。这边17岁，边缘的地方。点连接没反应，不要点。看究竟是一夜约会先进来呢，还是我先出去呢？一夜约要来喽，一夜约要进来喽，他要进来抓。你这边开的欸，那边是哪个啊？那边应该是退取的那个吧？是吗？还是什么？官网，把那个 Overwatch 的官网。这次居然没通知啊！太傻眼了，番茄！我刚刚才在说，你看一下哦，现在 DC 有5个人哦，有多少人在我的台上面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还在关心说，哎，要等佩佩跟月月吗？
然后就想说啊，好吧，人不见了。佩佩，我太难过了，佩佩，我还在那边等你，哎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你们刚吃完海龟，我从吃完海胆的时候就有在讲，看一下吃海胆是几点，15分之前的事情。我以为他不要我了。对，大鱼刚刚直接飞走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在等你们呢、啊。而且我是听说你电脑出问题，佩佩猜测你今天不会开的。我电脑出问题哦、喔，不是啊，也不是说电脑出问题，是我昨天在清那个清游戏嘛，我在把那个没有要玩的游戏卸载，然后卸载过程中。他跳出了一个，就是我点到资料夹的时候，他跳出一个说什么，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开启这个档案吗？我记得我那时候是点不要，就他就是按下去的瞬间，他就是跟我讲说，你要选择用哪个那个格式开启吗？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怕乱动到东西，我是按叉叉，结果他居然全部覆盖成那个应该是。EXE 档吧，还是啊 TXT 档，就是那个第四本，他就是全部把我的那个 Steam 的那个一个，看老早说什么，JOSN 档吧，哎、欸、JSON 档这个档名，他那时候全部覆盖成那个第四本，结果我想说靠腰叉塞，我动到了什么东西，结果按那个 Ctrl 力什么东西就是复原不了。13分呆鱼就离开了，没有啊，我们15分才离开的哎、欸。然后我发现有一些游戏我好像开不起，好像没办法玩了，就是有一些大概类似 UI 的那个界面消失了，我电池烧坏了，可是这我就是很怕说，像下次我们如果要玩那个，躲猫猫，还女巫躲猫猫，还是鹅猫二十之类的，因为这几个资料夹里面都有一样的档名的东西，我是怕说到时候连线出现破图还是什么的，所以导致我到现在我胃还在很痛。你们离开的时候，还有海胆在喷欸，带鱼。有吗？我也记得是15分呢、欸。他说的时候是13。反正这就是我昨天从1:30在弄到快4点，然后我还很白痴的，我就是把那个就是档名改成他类似的那个档名嘛，就是他原本是一个白纸，哎，就是如果你点开那个白纸的样式，他会跟你讲说你要用什么下面的档案开启嘛，或是从 Windows 里面找什么东西开启那个东西，然后。我就把那个另外一个白纸后面的副档名直接覆盖到那个游戏嘛，一个挨家挨户的一个用，结果弄完之后打开游戏，他说找不到有那个此格式什么的，我就很崩溃，唉，反正就是可能要就是回溯吧，可是现在回溯的话，回溯到6天前。如果回溯到6000天，我
只能是说可以那个嘛，那个备份什么之类的，可是备份又要备份很久，电脑里面的东西太多了，对啊，怎么办？就很烦。啊，烦躁、哦。对啊，就是我就要把末日点完之后再接回档啊，那好丑。可是我回档之后我要干嘛？不是我要干嘛？会不会有什么风险？可是呆鱼说回的时候，我看时间是3:13，没差啦，没有关系啦。口呆鱼已经有两个人证了，没差啦，反正只多吃一次海胆而已嘛，有没有关系？走捷径撞我，你要撞得到啊！记得撞到，请给我两个飞吻，让我知道是啊！这告诉我什么？游戏不要乱移除。这我昨天明明是按取消啊，我没有要改什么东西啊。可是昨天太累，因为通常不是确定在左边，取消在右边。然后我今天就是。剪完片上传后，我想要重开机好了。就重开机之后，我的 OBS 找不到 Switch 的截取。然后说：“干，不会吧？电脑坏了哦。”然后就再重开一次，不就好了？我就开台了。繁星优异是做超商工作吗？还是哪个人呢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可以不要问人家隐私问题吗？你这个已经是别牵扯别人的跟的工作是已经算是隐私问题了你。有问题想问啊？不就是你男朋友？你可以问我啊，我也做过超商啊。不是小七啦，类似的啦。你想干嘛？有问题想问？我靠，这这么快哦、喔！我现在是超商，你是杂货店吧？你是真的超商还杂货店啊？有问题想问？那你直接问我嘛。
繁星安安，大家安安。干海草是谁？是，你是不是改过名字？还是没有？对不起，海草安安，我记得你那时候说你改过名字。有发票应该算超商吧？哇！那下次说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间超商没开发票，我们是杂货店这样子。原本是夜心呐、啊，啊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做超商是真的都很忙吗？干蛮要看店面呢、欸。如果是做怎么讲？因为要看时段，像好，如果你的那个男朋友他忙到都没回你的话，那我是不是有跟你讲过？我跟你讲过什么？你先好好想想，他平常陪你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跟你搭到，还是什么的？怎样？你现在男朋友那边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你说出来。来，请说，你跟你男朋友怎么了？他冷落你了吗？他是对你很冷淡？因为你们会有人会说大夜很轻松嘛？啊，可是我每次那个大半夜去看去超商，可能缴费或是买东西的时候，就地上一大堆就是进货的篮子都还没有上架，他们要花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哇。七八篮的东西上架、欸，直接圆梦村等你，慢慢等你，慢慢等你，慢慢等。你倒倒啊蛋啊！大业感觉很累，对大业，我觉得他是，而且更白目的就是，你可能今天已经东西。好，今天我比喻一下，今天一个客人在店面嘛，你去做自己的事情。可是正当你东西拿起来要上架的时候，客人就说不好意思结账，或是在那个柜台等很久这样子，那你就会放下手边工作嘛，马上冲过去结账。结完账的时候，然后啊没客人了，然后要叮咚欢迎光临这样子嘛，然后想说应该会挑很久吧，不会很快吧，东西又拿起来的时候，哦不好意思结账。好，等我一下哦，这样子，懂吗？就是大业一定不会安排到两个人以上嘛，最多两个人，最少一个人嘛。啊，讲屁话，没有人怎么办？然后就你要想一下哦，他们就会觉得说大业晚上没什么人，派一个人就好了。所以通常大业有时候脾气会很差，口气会很差，或是会有大业的朋友就是在外面跟他聊天，喝酒，不是喝酒啊。抽烟喝酒太夸张了，对啊，就是好，这是大业的情况好吗？那通常大业会有个就是交班可能是六点七点的时候会有交班嘛，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是人会超过三个交班，然后准备下班这样子啊。所以你男朋友那边发生什么事情？红月不可以回收，这样子我会不知道你回收了什么，你明明看到了。克洛伊安安，大爷还喝酒，讲错了啦！因为每次去取货的一间店，他都是有，就是外套穿着嘛，就是制服在里面，不然就把制服脱掉，然后穿，不然就穿外套，然后就在外面抽烟，抽一抽的时候，就是进去的时候，就是把烟头放旁边，然后那个外套把脱到是。是不穿起来，然后就是结账。他跟我说他工作很忙，休息时间很少，但也是正常啦，习惯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跟你讲了，人家有工作。那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前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？你之后不要是因为什么人家上班发现跟你相处时间，因为你刚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说，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时间刚好都有，对不对？那可是真的在一起之后，你会发现说，你真的你想要的时间开始觉得说不够用嘛，然后也是觉得说，每次有空的时间他都不在。我是不是跟你讲过这种话？那这样怎么办？你就忍啊，你就改啊。
就是去找事做啊。干妈想开发票，阿婆真的努力手写给我，还刷脸纸。哦，你是说手写的那种存那不不存折发票？好吧，安安，对吧、啊？所以，不然为什么那时候我这么反弹，你那么快跟一个人在一起？不是我想要跟你怎样，是我觉得你太快了。你才跟一个比你小的分手两个多礼拜就交了一个，而且我也跟你讲，人家有工作，而且你跟他年纪又差五岁六岁吧。先去考试，好，一连加油。我还是记得一句啦，只要有心的人，他就不会忘记你；如果没心的人，他就忘你。而且，这个要看呢、欸。你看，我对你也没有心啊，可是我很想忘记你啊，对不对？有话意，有话意。可是我对你有心啊，啊！你又一直想忘记我，靠腰哦！我是忘得了你吗？你看，啊，我本来想说，我把小海龟背在肩上，哦，不对，现在变围巾了。好光玉手机直接烫到里面。不是。我跟你讲哦，木木，你这句话有很多很多反驳的点，好吗？你通常这句话是在安慰那种，可能人家分手失恋在讲的那种话，对吧？你这种话对一个已经快分手的，分手后的人说的话，跟刚在一起的人讲的话会不一样的效果。你看，今天你们分手，讲出这句话，反正爱你的人会记得你啊，不爱你的人根本就会想要忘记你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对分手的人讲，是不是就是觉得说，不，他不一样？那讲一大堆嘛，这样子。那如果跟一个刚在一起的话嘞，你讲这句话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说，干嘛你在唱衰我嘛？对不对？你在诅咒我吗？那个路口，那个往二图的路口有一个分手应该体面，谁也不必说抱歉。所以啊，木木，你再好好想一下，你这句话是讲给谁听的？你是在某些社群上面看到什么语录分享之类的吗？我觉得有些鸡汤的效果真的是很傻眼，很无聊哎。额头的奏曲，对啊，妈，那时每次唱体面的时候，前面都没人在唱，有等到副歌的时候。分手应该体面。欸，小鱼，我还是觉得好扯哦。昨天妹子有来，你知道兔小鱼应该知道我们兔窝的唯一妹子是谁，对不对？那妹子昨天有出现，然后我把那个秀秀找工作的事情跟她说。欸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就突然出现，我也很讶异啊。那时候我就说，欸，是妹子欸，然后我就说，来来来来，为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兔窝唯一妹子，不是唯一妹子啊，唯一公的妹子。这个，我说她的声音超好听哦。然后就有人说什么，
又一个说什么，就是好像谁不知道谁酸我，又说又一个还教主又说一个声音好听的妹子，我说没有没有没有，她不一样，她唱歌超好听什么之类的。我就说她是我公认少数唱歌好听、声音好听的妹子，就只有一个妹子啊，就只有她。然后我们就说，我们都是点一大堆歌给她听，然后我们在旁边听。看不到他，啊！而且最好笑的是，秀秀问他：“那妹子，你最近都在玩什么啊？”我说：“哇靠，你还问他最近玩什么？他还开台玩呢。”他说：“啊，我在上班没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我就说：“我有我有个 host 他，我常常 host 的他，你都没在看，啊，你可以点开他的直播频道，然后去听记录档啊，对不对？”我就说你陪工，你就陪那个，你就上班少看一点影片，去多看他的影片就好了。那后来妹子就说什么上班，然后我就把那个噼啪一大串打给那个妹子听，然后妹子就偷偷笑了一下，然后秀秀就说你打了什么？我很好奇。然后之后妹子好像说什么，所以你工作很棒哦。他说：“你们到底在讲什么？不是他啦！”我说：“我讲什么？我们两个在讲工作。”欸，他自己自爆出来。然后昨天我就跟妹子在那边笑，我说：“哦，有人自爆喽！”这妹更想认识了。他真的很，他真的很，说正吗？很可爱，眼睛大大的，声音好听的。唱歌又好听，想偷认识他真的不好出现在这边。他那边有自己的群，而且平时早上上班啊，帮我贴他的实况台给你们。他最近其实有起来。然后，A 外线。他最近频道有起来，然后观看数也有起来。这个是那位妹子的连结啊，版权啊！这个这是他的，他叫晴儿，嘿，是他实况台。可以去追随一下，声音很好听哦。进入了光遇了。好呢，我上班有多一个台可以挂了。他通常礼拜，今天礼拜几？礼拜四。哦，对，他礼拜四、礼拜三四五下午会开那个，他都玩黑色沙漠啦，所以你就去打招呼，听他声音就好了啊。画面看不懂没关系。反正就是打怪练功、弄装备啊。那时候就是我们那个阿米狗一群人在玩那个黑色沙漠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时间冲过去问他黑色沙漠怎么玩的。然后比较扯的是，昨天不是有一群老兔子吗？我想说，哇，一堆老面孔诶，这还蛮怀念的，因为后面都没挂牌。那白痴西米还说他可不可以把自己的那个狗牌给拿掉？我说好啊，你拿掉我踢掉你。我真主动什么？虽然毕竟人家玩比较久啊，就像谁突然玩光遇，第一个也是会跑来问我吧？啊，就算不会啦，不要问我，最好不要问我。你不在太难过了，是成约的哦，你要怪他。分手。哎呀，哎呀，有人在上班时间出现了。
我们在聊昨天妹子出现的话题。好想下班。你应该是好想上班吧？阿奇版的可以编他吗？编啊，他打超过了，太吵了。你是想下班还是想上班？不行，我们不要再讲了。我们这个我们私下 DC 讲就好了。我仿佛听到靠北哦。完蛋，看一下哦。哦，我真要放哎。分手也很体面，谁也不必说抱歉。啊哈，龙来了吗？没关系啊，那一朵而已。哎呀，那一朵不代表我们的爱好吗？就放给他烂吧。你想下班？我快睡着了，太矮了。我知道啊。大啦！爷爷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快逃啊！你又看到一个没完成的蓝色建筑。你在哪里看到啊？你都阴阳眼呢？是薛定谔上下班吗？你说你欸，哦对，小鱼也知道哦。我想说小鱼克洛伊的声音超好听哦。哦对对，你也知道，可恶。大鱼，不要听他讲话，不要听那个佩佩说话。啊，晚点再去，找办法吧。木土进去第一只龙虾，你说它在那个洞里面哦？哎，你想一下哦，你搞不好现在解，明天就是那个任务了哦。要不要明天再解啊？对不对？你现在解，又明天要再解一次，你会想哭。你还是明天再解吧，施主。大辣在船的底部。大辣在船屁股另外一头。好诶，大鱼好棒。
伤心依旧，你的兰花枝。不是哦，白天的班不快乐，晚上的班我很快乐。我知道啊，你都 po 文了哎、欸，你都 po 在上班很励志的文章哎、欸，上班使我快乐，对不对？在最无助的时候，有工作陪着，能让你忘记很多痛苦的事情。我现在在听无声台，我只能看你们打字哦，那太好了，那只好一直酸他了。天哪，又失败了，你明天再解啦，明天轮到木土的任务啦，搞不好就是那个任务啊。你说你会遛螃蟹，太可爱了啊。等一下，馒头吃完要跑剩下的那个图吗？应该说吃馒头前，我们要跑剩下的图吗？用更痛苦的事来减轻心中的痛苦吗？没有啦，他大夜班的工作，他做得很开心。也不是大夜啊，他晚班的工作，他做得很开心。他现在兼职两份工作。一份工作有钱赚，一份工作没钱赚。啊，又要五点了哎、欸，对啊，所以就讲了嘛，三点到五点，时间过很快，对吧？来，跟着我一点，我爱跑图，跑图爱我。你要烧吗？还是算了？我们是来面，看一下，有没有人要来烧大花？你来了，好耶，哦。哇，太多了吧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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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聊天室的力量，谢谢。有没有？这就是我们献祭最后一关，一群光子喷出来的画面。哇，这画面我喜欢。谢谢谢谢老师，谢谢利恩，谢谢番茄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秦西小号，谢谢谢谢，还有佩佩，佩佩你快来，快剪尾刀。林夕偷看台讲话啊，耶、yeah, 你们赚到大花了，好快走。安安来，今天可以获得免费的抱抱哦。红月要不要抱抱？红月来抱抱，今天的任务免费的抱抱。番茄起来会死，番茄起来会死。我相信番茄的抱抱应该是解完了啦，所以其他时候抱抱要钱吗？不用啊，不是我可以肆无忌惮的要抱抱。
选一个二择一，你选谁？你知道为什么他选佩佩吗？因为最后会身上会有我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对，佩佩，他不是先选你，他是觉得说，懂吗？好吃的东西要留到最后。你看，对，你看，你选谁？先选佩佩，不是佩佩优先哦，是好吃的东西要留到最后哦。我是解完了没错，可是我想要跟你抱抱，可是你跑掉了啊。优花安安，刚刚在烧大火啊，有看到你。抱歉，现在心情不是很好，我还是很担心电脑后面很多资料没办法，怎么讲？可能玩一玩玩到破图，或是他说什么跟其他玩家的什么资料有误啊、版本不符啊、什么鬼东西的啊，烦哦。啊，真的是不能边上传记录档边忙其他东西边三重冲击啊，不能一心多用啊！你回老位置睡觉了，呵。我刚刚是想说，小号思考要不要去帮夜月拉，你可以去帮他。哎，夜月，快点，我们大佬要帮你。剩下一步，就差那一步了。走喽！你要不要等等试试看？我去逮太空狼人杀。可是我们有装模组哦。不是啊，不止太空狼人杀。其实 ，Steam 很多游戏它都有那个副档名在。你懂吗？它副档名那个东西其实一直都在，应该说它那个是文件档，只是格式现在改成就是那个开启的格式变成说是用那个记事本开启，就导致会变成说错误。你懂吗？他照理说那个应该是打不开的，他要用一个特殊的程式才能开。哎呦，有声音啊！为啥我在木土一堆没完成的蓝色线图？因为木土是个神秘的地方。所以是Steam的游戏全部被改了，没有，就是Steam只要有那个副档名格式的，一律都改掉了，懂意思没？啊，现在头痛是头在头痛这个啊，头很痛哎。那些全部是复刻电脑的 Switch 平台商家光一等说电脑的我帮不上忙，只能隔空拍你，没关系啊，可以现实抱抱我。我们现在要跑哪里？跑哪？云野，云野跑一跑，还是定格？15分钟进格吧，还是营业啊？只要不断手，梦想到手。不能更改系统开启格式换回来吗？就是不行啊。
他现在就是断手了，他现在就是改不回来了啊。那时候变成，我那时候看到我的画面就是那个资料夹里面全都是同一个，就是党名，可能就是都是城市码的那个党名，结果就动到之后，那个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的牌桌上全都是白板，那不知道你动到了什么东西，通通变成那个九条，懂吗？你的牌桌全部哦，好不好？你不管是牌桌或是那个牌底什么之类的，全都是白板，只是你不小心点到一个什么一个按钮按下去，就你通通变成条子。那个画面，我真的是没办法了。我已经快死了。啊，最快的方法，等一下跑，不是跑，等一下馒头吃完的时候，我们去玩一下狼人杀。跑两个小时了，不是啦，它只能全部变成一个样式。我讲是讲这个，你就因为它那时候开启资料夹的样式是白色的纸啊，他哪知道白色的纸突然全部变成那个九条，就全部变成资料夹的那种第四本的图。如果今天解决不了的话，我就只能明天，就是可能今晚吧，今晚剪完那个最后一部影片嘛，就尽量剪了。剪完最后一部之后，我再把那个电脑那个重新。哇！我知道啊，等他们吗？佩佩来了，对，所以啊，今天本来想说开台来问问看有没有解决方案，但是好像这问题很难解决，我人太多了吧？你们各自跑啊。那如果叫人传给你改到的那个呢？没有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今天我看到的画面已经全部变九条了，所以就算你打出来的白板也会变九条，懂吗？人家喂给你白板，还是会变九条，因为这个方法昨天试过了。要不要问问看喜天？不要，我不要。不是说不想还是什么，是我很不想麻烦别人，可是自己解决不好又只能麻烦别人啊。其实这东西跟装电脑已经是无关的东西了，你懂吗？这样讲好了，今天就像我大姐好了，她突然有一天问我说，你会修图吗？我刚刚讲说我是会画画，不会修图。他竟然回我一句话：“哦，我想说都一样的东西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确定一样的东西？你那边，你叫那些用美图秀秀的女生，你画一张图出来看看。”我就跟他讲说：“你会美图秀秀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对啊。”他说：“你会画图吗？”他说：“不会啊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是哪里一样？”你过来加夜月好友，看一下哦、喔。夜月现在不在这张图，还是你原本有他好友？嗯、没有，那、啊、他不在这张啊。
好，一夜月来了，但是满了吧？对哦，你在啊？你刚不在啊？好，那个晴夕来吧。那个夜月，你不要动，你在这边不要动。夜月，你不要动。所以现在某一种答案永久用第四本开启都有改回来吗？不是，就是改不回来啊。他就是我的电脑没有他原本的那个档案，没有，我们将我没有那个开启的格式的那个档案，所以它会显示一张白纸。那现在就是要想办法让那张白纸变回那个可以开启的档案，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。问焦安安，明星你进来吗？他在第一个塔，左边第一个塔。我可以动了吗？不是啊，有人要加你好友，你动的话他怎么找你？有晴夕来了，那个你去找那个黑小黑，那你去跟那个小黑加好友。哎，樱桃，我问一个问题哦，你会跑图吗？没有，应该说你有会跑哪一张的图吗？还是你完全什么图都不会跑，你就只是个金葱？我这样问是不是太凶了？你是个金葱吗？没有，只是好奇，因为那万一哪天就是大家都在跑，但是不牵手的跑，你可以。他没看台啊，算了，那算了，那算了。那你口头帮我问，你是喜羊羊，你为什么可以开他的 YT？ 你们两个这没关系吗？我很难想象哎。我加错人，你没加错人吧？你没有啊，那个就是一夜月啊。我爸回来了，不能看台了。那所以你会跑图吗？你还没回答我问。应该说他会跑图吗？他没回答我问。还以为能用系统那件，就是我找不到啊，找不到系统原本的图啊。你加错人了，所以到底要加谁？你是想加谁？你是要加月月还是夜月？好哦。被霸凌，没有，我刚刚就解释啦，就是今天人家就算打了白板给我，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九条。你加到月月，哦，
因为你用春娇的手机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可以拿别人手机在那边打字。先点啦！哦，你刚问什么？我问你会不会跑图？你有没有哪张地图比较熟，还是都不会跑？因为喜羊，等一下，这是春娇打字还是喜羊打字？你不要就是说喜羊用春娇讲自己是喜羊羊这样子哦，很恐怖哎。因为喜羊羊太喜欢繁星了，天啊！你是不是在占用春娇的身体，在讲这种恐怖的东西？春娇和喜羊羊干嘛？第三个人格出现了哦！天哪，一会又听到晴缇多加了一个，怎么会？不是哦，等一下，现在春娇账号有几个人格？四个人格，好，那千万不要第五个好吗？第五人格是废物，第五人格啊是垃圾。我觉得你在讲游戏，我说第五人格啊，第五人格是垃圾啊。你已经习惯我有一座后宫了，可是我后宫没有一个是，也没一个是我爱他，他爱我的啊！你看，看克洛伊，亲在西敏那边。你看，你看小鱼，哎，不对，小鱼，你的后宫比我还多哎。你看 Joko 妹子，阿温，还有谁？你看，光是这三个就比我多了。
我就看哪天任务那么可解，可是我找不到任务点。我之前有跑营业，可是不会跑干净，我因为我会迷路，这样算吗？不算，那就不算了。不算啊，你看，你看人家其他，我不想也不想比较啦，就是，欸，看你怎么你玩这游戏什么心情呢、啊？你可以跟秀秀一样啊，我只是好，我只是要问好奇，我没有要责备你说不会跑步这件事情。我只好奇你玩这款游戏是玩什么的，因为很多有人是玩乐器啊，玩跑图啊，玩休闲啊，玩打扮什么之类的啊。因为看你没有再带路过，而且都是牵着人家跑的，我在想说你是只是当休闲跟装饰而已吗？你看小鱼，连你也跟我讲克洛伊，看吧，还说没有。你看，连你也在跟我抢。哎、欸，你五点了，要不要换手啊？要换我带。我后宫也限女生啊。讲的好像还好吧。扁王明没在理啊！好，八个，你被遗忘了，怎么了？哦，你想栽赃哦？啊，可是可以截对话记录让我看的哦。你这样心情好点了吗？不是这个东西，这是不同，这就像是不同的味好吗？有点心的味跟正餐的味，你懂吗？看到这个心情会好，但是想到我游戏还可能是打开不了的话，虽然2000，对加藤，你看你被超过了没有啊？好，谢谢番茄，我等一下再去抱抱你好吗？你躺好，我等一下去帮你撑伞。哎呦喂，你躺好，我帮你撑伞。那我就给你当明天的三餐钱。你们关系不一般。现在请问这是哪一个人格讲话？分娇、喜羊羊还是同学 A？ 番茄偏心。哎、欸，我昨天我哪玩那款游戏还故意去变番茄、欸，你有感受到吗？对，所以晚点。晚点，等一下结束后，我看一下雀文有没有资料夹。第四个人格哦，好烦，好烦，我
同学 B 好，同学 B， 还是其实春娇跟喜羊羊其实是同一个人，一直在我面前演戏，有没有故意在我面前对话还是什么的？然后才跟我说，没有，我们其实是不同人，然后两个账号。对，我先看一下雀魂有没有浏览。你去上个厕所，你看一下框框有没有对话框框，他有跟你说他先有跟你说先回家。哎、欸、有雀魂有，雀魂有那个资料夹，不不不，有那个档名。我看一下鬼抓人啊，抓人。没有，春娇是女的。那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？是春娇吗？那我是不是应该去下载欧达？昨晚的日麻很可怕。一样是男的。那请问一样男的这句话是谁说的？潜水，潜水。本地档案。第三个人格。不要那么乱好不好？昨晚的日麻一堆人在国 pass， 还好吧？还行吧？不是，哎、欸，我好久没喝国士了。哎呦，潜水艇也可以耶！那晚点开一下潜水艇，我们看啊，一场而已哦。您到底是谁？对，您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为什么你有五个人格，四个人格？我要丢聊天地，好、啊，你丢你丢你丢，你是喜羊羊靠腰，可以还给春娇吗？可以让你的身体还给春娇吗？看一下哦。日麻疯人院，这个我买给我会背，什么买给我会背？哦，买给他会背哦。是谁在比赛场上啊？比赛台上，我、哦、还在看呢，昨天又重看了一次。昨天在浴镜打麻将，没事啊，我都在魔物猎人打麻将了。你看那个小伙，等下晚点有机会可以把海胆推给那个小伙烧，真的辣子鬼，香氛辣子。听说初三了、欸，三呢？三有预告啊，三其实之前去年就有预告了。你看到的预告片应该是什么？夜修。夜修坐在一个没有人的椅，那个没有周围都没有人的椅子上嘛，然后在那个玩那个他的账号卡。嗨，我是春娇，春娇你好，我不信，请还给真正的春娇。好像不是哎、欸，哎、欸、真的假的？我三，王者荣耀啦，没有啊，全职高手。我其实有打算去听那个有声小说，就是好好把那个《全职高手》的故事剧情全部看一轮、听一轮啊。不然之前真人版那个真人版有看完过，因为真人版好像跟小说出入很大。喜羊跟你说什么？你往上看呢、啊？喜羊羊说：“哦，你们关系不一般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反正刚刚还有两个人在那边聊。你看过了，超棒的，出入很大。你是说小说吗？对啊，我那时候看完之后，我觉得。”哎、欸，那时候动画第二季的时候还没有什么，那时候先看真人版的时候，
就看一下看真人版，那就看一下东那个第二季的时候啊，怎么出路差这么多？小说、真人、动画我都看过了，到底我不知道啊。反正刚刚你的手机被三个不知道是男生女生摸过了。好，哎、欸，那个请好好管你的手机哦。我真的是不希望看到聊天室有那种人格出现，我很不想看到有说什么我是谁谁谁，什么之类的。哎、欸，真的管好手机啦，这个也是对聊天室的品质好吗？不然观众真的聊天室会不知道谁是谁，然后觉得很像在洗屏，很吵，然后还关系不一般。对啊。你看那个香氛有没有看到？那个香氛根本没有烧到。像像啊，一帮啊！你好像是说的预告片诶、欸，在比赛场上甩自己的账号，他就是作者啊，说什么前家是队长叶修。什么用什么名字那个鬼东西的，他不就是因为用假名字吗？假名字被举报，所以他不是有一场比赛不能参加，然后所以在等那个主办方那边核准过去，然后最后是嘉士那边不计较这件事情。哦，头好晕哦。好像也不能说是假名字，不然他就是用他弟的名字啊，但是不是他本人的名字啊。我原本想看，可是看了一下我不喜欢。怎么会不喜欢？他就是一个线上游戏的一个番啊，欸，很好看欸，真的很好看。阿宇，我在准备晚餐。还有，谁跟谁的晚餐？我爸还在旁边。哦。完了，你说被摸过，我直接脑接壳类，什么脑接壳类？木木城超婆。很婆啊，这么棒的女生只有在二次元才有。你看，会打游戏 ，EQ 又好，长得又好看，声音又好听，对不对？在那时候看剧场版的时候，觉得啊，真的很难过。没箭头了，我箭头没很久啦。番茄一定爱小时候的苏木城。会吗？就算番茄不爱，我也爱啊，怎么会只有番茄爱？对，小时候苏木城多棒啊！剧场版哦，最后也有小时候的苏木城，我想绑架。我好喜欢这个礼物哦！回家咯。你要说啥？我在看无声台。两个特别篇，特别篇不是有三集吗？在演那叫什么？全明星赛啊，那个东西。哎、欸，刚刚是谁说的？月月吧，看一下。对啊，月月说的，番茄一定很爱小时候的苏木城。
现实还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明星赛，很难吧？不是你要想一下，一款线上游戏好，它光是那个银武，自制银武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其实材料那些东西，台币就可以拿到的东西耶，所以这就是看谁的财力雄厚，就可以搞到好的武器嘛。那你要想一个问题哦，这种电竞比赛存在那种能力不平衡，懂吗？你每个角色能力都不平衡，不平衡。那这就攸关说，有些人会很强，有些人会很烂啊。所以你看哦，这种 PVP 的，如果你装备输人家，就势必一定说你会一定输啊。剧中荣耀已经好几年了，基本上这么久游戏还明星赛不可能。哦，番茄，我刚刚的意思，番茄，对不起，樱桃，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如果你会跑图，你知道现在要干嘛的话，你可以帮忙点蜡烛，懂吗？像我们现在就是在等上去，所以你可以就是帮忙断个手，点个蜡烛之类的，不要不这样，有点贡献啦，除非你的监护人不允许你靠腰啊。哇，你们去看日麻区，日麻区有结婚后的样子哎。你收拾喜洋洋了，管好自己手机啊，真的。希望下次不要看到你账号再被喜羊羊拿去用。因为那个我人生当中碰到太多人格分裂患者了，懂吗？常常看到聊一聊，聊到那边人格分裂起来。我没有不尊重人格分裂啦，只是我遇到太多了啦。最近其实有删掉几个人格分裂的 FB 好友，都是粉丝比较多啦。月月，人家有告知你啊，你去厕所没跟人家告知，你这样不能怪人家呢。我已经看到对话记录了，你没有，你确实没有告知人家说啊，你要去厕所。
Hello。等一下，我手还牵着吗 ？Hello， 地板好冷哦、喔。等一下，这里是哪里啦？等一下，这个是还有在熄火的声音吗？感觉有哎、欸，然后手就不断掉了。感谢感谢。对，我看到我左上角的啊、我的火还在跑、喔。我要当地府灵，这多低呀、啊！很漂亮，你起屋，你是对还不对？就很黑的地方，还好哎、欸。地板，哎，欢迎来到地狱，地狱，这哪里了啊？我们来到了第几层了啊？因为现在是第四层的蜡嘛，怎么会那么多？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吗？两个小拳石，然后两个瓦斯弹，噔噔噔噔噔！哇，小拳石的手变长了！哇哇哇哇哇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画面？细胞分裂！哇！确定不回家吗？你在等我？对不起啊！哎、欸，我又掉下来了。结束了吗？等一下，呆鱼结束了是不是？欸、不是，我是又在哪里？那个。那个，所以呆鱼我们跑完了吗？你要不要重开算了？正常的吗？看来没有，嗯，没有。我问一下哦。没在跑。哦，在等我，对不起。我很抱歉，你们在等我。我刚刚好像点亮小黑就变成这样子，难道说他是外挂，还是佩佩的小号？还是说我电脑已经开始出问题了，无法进入蓬蓬的世界。你今年鬼马阴火，鬼马阴火年啊，这样，你是刚在那边吗？
太近了，不好意思，什么意思？爱春娇。朋友就在我身边，我是春娇，我知道。嗨，佩佩，康门房，我在啊，我出道啊。你怎么串的官网路吗？我很抱歉，你们等我等那么久。等一下馒头我请，好不好？等等我请馒头。我刚刚说左上角的蜡烛一直有在加，我想说是跑完了吗？欸？这个火吃过了，欸，你们刚刚是没有跑过这边吗？Match。还是我刚刚很神奇的把这张地图的火全部吃光了。哇，我其实一直很幻想那个光有这个能力耶。你只要进地图，然后吸火大法，这是外挂。那谁点火，火就吸到我身上来，可能是外挂牵着你。你说刚刚吗？所以刚刚那是外挂哦。你看，我真的左上角那个没有吸进去的感觉，没有效果啊。对，你没牵到。哦，原来我第一次遇到外挂就是在这种状况，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外挂，欸，好不好？那个他把我当新手，对不对？哎，欸，真的没加，哎，欸，所以其实我这张地图吃满。噔噔噔噔，是 bug 啦，好啦，那也太好了吧！我直接把火吃完呢，欸，这让我想到以前一个线上游戏的烂东西，那就是就是那张地图怪会全部死掉，然后死掉道具会全部喷在出入口，然后那个外挂就站在出入口那边使用地。那个外挂就叫风之谷，全凭外挂把东西全部掉，还可以侦测说你想吸什么不想吸什么。要背背吗？我是不是很棒？我是不是很聪明？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听起来像风骨瓦拉，你看我吸完了，哎，欸，这些火完全没有。完全没有火。
没有，也没有。好，回家等佩佩吗？佩佩，最后了，要不要来吸？来吸一下。那等一下路上我飞，那你等一下哦。我比较想要是剪光子的那个，也不要说外挂好了，对不对？你每个月能花个5.99美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进这张地图，小金就会喷在你身上了。哦，好棒哦！他说不可能，这款游戏是不可能有这种系统的。这款游戏讲究的是社交，好吗？跟朋友之间的互动。我这边满了，我等一下离开啊。那我先去跑哦，等一下飞我。来，这顿馒头我请。啊、哦！即使有那种外挂会毁了永久无一号，可是说到无一号，最近不是有人是说游戏打算把那些把无一号毁了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就是好像说，关于永久意的东西吧，还是什么的，对吧？那时候我看到一个消息是说什么，永久意还是什么东西的，会自动吸在那个光子，会存放在光子身上。呸呸！情报商，我是看到那个，我现在有加两个光遇社团嘛，一个是粉丝团，那另外一个是社团。你的绿界484又坏了，那你想听什么歌？等下我去看一下哦。怎么又坏了？是不是太久没人抖了，坏掉了？等下我去看一下哦。35分了，你还没下班哦？等一下啦，看一下。我当然知道你还没下班啊，对不？来，很棒，放得到吗？哦，谁放歪了？这个好歪，等一下重放。感谢，今天变钻石还是下个月嘞？感谢6个月会员。这个谁放的很歪，重放好吗？听说你很便宜，对吧？我会看一下那个谁，你可以借我钱，好，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可怜儿。你看，叫你们不要换这个小火盆，看到没有？一个馒头滑下去了。看到没有？等一下，
等下月月，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画面，就是这个小火盆，就是它。你放好，你放好，你放好，你放上去，你放上去，让他们知道这个馒头多烂。你要放在正中间哦，不然这样还是会滑哦。我去看一下秀秀给了我多少。感谢秀秀超级留言。你说绿界吗？我看一下。感谢。你有打什么字吗？感谢秀秀的300块。然后，但是我要找一下，我看。那个没有点到火，刚刚有人串进来了，那个不是哦，我们最近一直都在讲说这个小烛火很烂很雷，下面，我灰了，碎啦，大管的概念，我看一下哦，账户进出明细 ，APN。可是我看不到你们打什么字欸，在忙，幸好我没换啥。等一下，我要带这个画面。那好，月月不要动。那好。他刚好挤在上面啊，好，你看我就是讲了嘛，10个馒头有9个会喷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还他清白，我们等一下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这个，我们来特写这个，2小时半灰啦，还行吧。如果我们中途改去跑那个跑试炼的话，这个啊。我们带这个画面，6个火超方便，对啊，所以很早很早之前，那时候一大堆刚换了火盆的人，其实这边满场都是6个火盆，然后后面就是陆续朋友都没有玩了。哎呀，没有烧到，没有火了那个樱桃，我们没有火了。啊，佩佩嘞，佩佩还有火吗？因为我想说，我们来观察这个烛火。我靠！你说馒头满了吗？没有，对啊，你满了没？你看，有没有喷下去了？可是就是有时候喷下去之后，它会延迟烧，然后延迟烧没关系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。他如果喷太远的话，你要去烧嘛？那如果喷太远，他自己爆掉的话，你要自己走过来再吸。所以你看，你要多走一步再吸，跟虽然只是走一步的距离啊，就造成说你没办法挂机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45分吧。秀秀，你刚刚有抖什么文字吗？我真的要找一下啊。有查出送出哦，有查看留言，我找到了。
听说你很便宜，感谢秀秀的300块。这里呢，其实来，你再给他机会好了，我们再多看一下。如果他真的很棒的话，刚有烧到哎、欸，你要多看几次，你就知道他其实真的不好烧。他不会像大炉火啦，大炉火是你是真的放在那个白色框框上面，他是真的烧得到。看下去了，没有？那你要再烧它一下，懂了吗？可以换是可以换呐、啊，就只是，就只是，你还是放出来，还是有要再点开它的风险，懂了吗？怎么了？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们换游戏，陪我测试一下，我要换一下太空狼了，不是啦，还是大火盆战，可以烧馒头，可以烧光盒子哦，还可以烧海胆。那个待会陪我玩一下，陪我玩一下那个潜水艇。所以我那时候换了啥？换了这个方形火盆跟圆火盆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。赚到，赚烂。这个我晚点再回好了。这个反正晚点时间多，这没关系。好了，感谢各位。那等一下换个游戏陪我测试一下。阿姨。打开潜水艇，那时候你们说开始没兴趣的时候，是不是没开过这款游戏啊？完整的变形人运行的时候，房间大厅关闭。阿慧，不行哎、欸，更新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与朋友一起玩便利游戏，我现在是先测试看看。会碰到什么东西？我看得到，你们看不到的 bug。啊，抱歉，这个是房间名称 JY， 不是来 AJYWX。为什么你头上有牙？你买了哦。为什么你头上可以有牙？你说，男人，我真的很喜欢头上有牙这个东西耶。我不是说小 M 啊，我是说，就像那个什么魔力宝贝啊，或是 RO， 那时候我都是戴那个头上一根牙的东西。管他我的职业合不合，我就是用了。你有买哦？我一开始跟你玩的时候就买了，可是我没有看过哎。啊、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干嘛？给你钱，赶快出！
你好卡，那个卡，如果怕影响游戏体验，就自己拿捏一下哦。一个了，八个应该可以了吧？我们测试看看哦，我只要测试而已啊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我们到十二人好了，我们十二人再出发。看一下啦，如果没人的话，克勒啦，好啦，克勒啦，克。他、啊、怎么买？咦、欸，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买？我身上有多少钱？指定付款？不是。那我现在我身上有多少钱？哦，当成先去买游戏币，要干嘛？哦，还好，没有画面，好险。没有他 Steam 我是用 PayPal 啦，他最低是150，我想说那就150好了。买东西咯，谢谢繁星，刚刚没办法一直看你们，不会啦，也谢谢你们啦，那个谢谢你们愿意跟我一起玩，走咯。好，不要好了，反正测试而已。你要哪一个？反正右边一定会输嘛。那教主就不会说我乱氪金了。你有氪哦？你氪了什么？没有啦，你氪洛伊氪金，我不会说什么啊，因为你有工作啊。那些没工作的氪金的，我会觉得好好哦，我会想要个富爸爸、富妈妈、富 Panda。欸，就他有更新欸，为什么我可以看到外面的图？他可以隐约看到外面欸。对不对？我亏有两颗头，来不及啦！
你买了一个天使的一个恶魔，他不能同时带吧？一心安安看起来好像没问题耶，没有，就是怕可能你等一下看到技能他有破图还是什么，我是怕这个啦。如果连线没问题，是怕说，怕是怕说我看不到技能或是看不到某些特别东西，你懂吗？那担心是这个啦，因为我昨天你关我厕所，你考啊，你就喜欢，我想说好啊，你要给他吃或给我吃啊，你最后选择了我嘛，我就知道你会在我嘴巴里面来。你对我冒爱心，Holy，Holy，Holy， 你在哪里？七，写作业了，阿七。这个游戏就很棒啊！我觉得这游戏还是可以开台玩呢。哇，这游戏怎么那么舒压？时间小偷，对啊，只可惜，没事，没有可惜，没有可惜这个事。哇，饭堂好多人呐、啊！怎么透明人？怎么透明人？怎么透明人？那个利恩他们在上面，他们在上面。好了啦，阿宇。真的不能这样子欸，怎么了？我刚被谁屁到啊？是番茄吗？你们还要玩吗？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哪个路没有？这是配合啊，是包夹、啊。啊，这次曲解是我们再一轮，我们再一轮就关台。你屁我！我要去吃阿七。
写作业了，阿奇，小七。番茄，你怎么？嗯。哇！你还对我冒爱心？你还对我冒爱心？你。玩家挂网踢出去，谁挂网？为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左边的大厅列队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有人要进来吗？房名 AJYWFS， 最后一场哦，最后一场哦。没有咯，出发咯，出发就不要再进来咯，感谢感谢。我刚刚按到吗？难度啊，完蛋！我以为我扫到了。我很抱歉。现在重进。不会直接进去，而是会在左上角显示的。哦，有更新哦，那就好了。等待列队大厅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有更新，有更新。来，番茄来，我们来免费的抱抱，不能对你太坏。番茄，来免费的抱抱。番茄，你快来我身边，番茄！叫个像个少女似的啊！我觉得鬼有变强哎，你们怎么想？行，这游戏还是好好玩哦，还是很舒压哎，还是辣宝的舒压。为什么摇不到？哎，没碰到，我刚没看你画面，我不知道。不是吧？刚是追你的吗？好想玩，啊，你怎么不能玩？这手机有啊，你在上课齁，没事啦，后面还是会开这款游戏啊，钱都氪下去了。
阿且你是什么？该不是屁吧？还是没想当番薯？小鱼打喽，小鱼来打喽，打喽，打喽！一台电脑打四台喽。手机好难，是啊。番茄，我没救到你，我没有东西可以救你。番茄，我可以救你了！番茄，来来来来来，慈悲来了，慈悲来了！胡建安 ，hello hello。你只有屁，没事没事，看到没有？后面这个康士美的手提袋，快跑快跑！啊，死一个了，死一个了，死一个！呼呼。两边都有鬼，两边都有鬼。啊啊啊！不能这样哎、欸！你先别进来吧，你不要害我啊！番茄哦、喔！不要啦！哦，番茄，你为什么要进来？你们两个去死吧！你们两个你们两个。默契很好呢，要死了！其实我不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，你屁小鱼，小鱼屁你啊，你们彼此都有加速。嗨，
干！哎、欸，我觉得鬼有变强哎、欸。有齁，不是错觉齁，变可怕，有啦，有变强。好啦，我们最后一个打改打日嘛，我在测试一些连线的东西会不会出问题，速度是不是加快啦？我觉得比较好咬到欸。休息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改日嘛，改日嘛。我要测试啊，你不让我测试我。万一真的连线出问题，我会哭欸。嗯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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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哦，我要去挂一下台。哦，米娅也在打欸。あら、また君ね、ジョナン君。你要继续宰欧达，好难哦，不会啦，好玩就好啦，不要想着又不知道打比赛、世界冠军什么的，好玩就好。来91499。把它删掉。哎、欸，你抢的也是很快、欸。来。阿七真的跑去写作业了，好，拜拜。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嗯这桌两个把你打死的，我想一下哦，这两个对不对？马同学跟利恩，看一下哦。欸，他没戴眼镜，好，看一下。那这个咧，欸，也没戴眼镜，两个把你打死的，奇怪，还有谁？哦，该不会是他吧？欸，你很强呢。好烂，好烂！
我突然好想喝奥利多。你们店里面有没有卖啊？番茄、奥利多。来讲一下哦，这是最后一场哦，没有要玩了哦，不用再抢进来咯。感谢感谢，测试啊，我的牌确定都有出现，没有牌不见啊，这就好了。有没有白衣色？在吗？哎，没有了啦，马快不见了。要没马了，马要退了。嗯。八。看来是马正常，不是全白板。哎呀，Beach，Beach，怎么久？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パン。你在跟樱桃说话，忘记了。哦，樱桃，这样是樱桃的锅咯，在怪樱桃咯，你看好可爱哦。干。哦，再来是我刚刚那一个啊，
鬼抓人，我觉得是他那个，就是像隐形之后啊，或是那个多一条命的那个无敌时间变好短了。什么叫做他在看教主听什么？哇，不然立直了可以啦，可以听啦，好吧，立直后可以看没关系。我叫做他在看教主听什么？哇，太明目张胆了吧！明目张胆，明目张胆。好丑，好丑。リーチ。干嘛？这样闹？都是你换给我，可怕什么东西？不要，不要吃啊！不要就打掉啊！我给你什么？给你自拍。砰！不喜欢要说，下次就不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女人？啊，不喜欢要跟我说，以后就不给你吃了，以后没糖吃了啊！你给的我都要，哈哈。那我就看你的诚意咯，来，没有，你没有要，你不，我不喜欢你，你不喜欢我。哦，我要讲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个阿汉嘛，就是那个啊，九天玄女，他抖音上面有个影片是那个什么，不出的好出，出的不好出，你听得懂吗？他的意思就是不出，就是粗细的粗，不出的好吃，那个粗的不好吃，要字正腔圆的说，粗的不好粗，不出的好粗。Run. 要立哪一张呢？没有啦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骂脏话的。骂脏话是不好的行为哦。哦。东三局，我等一下就跳出去看牌谱。
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。看牌谱干嘛咧？看看我的六万在哪里？这是什么什么雀忘记了三雀对不对？啊，奇怪，我们会打到南风场，可以让我看看大牌的吗？完了，又是给你，我都是给你呀。哦，打掉打掉，那个把我给你的打掉，牌。嗯？嗯？你干啥、啊？女人，不要那么凶。记。记。哈记。砰！记。啊！记。哎、欸，砰！哎，哎哎，我以为你要国士无双呢。Run！ 这种牌都那么小啦，我烦死了。砰！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。好想国。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如果是之前玩阿尔宙斯的，我会说。但我比较想你耶，哦，可能是今天吧，今天真的太难过了。你看，我连撩撩女生的口气都不口气，心情都没了。看，马同学在梦。大三元，跳 ，come， 还有你的一筒子，哦，好可惜。入难喽！哇，哇！一满确定零张。
没事啦，我们还有一局的梦。来，那个，来，呆鱼接住。哎、欸，三，哎呦喂啊！啊！要被气死了，还好吧。想想我之前的绿衣色，想想我的绿衣色，想想绿衣色。开局四张发，三张中一张白板。开局四张发，三张中一张白板哦、喔，那你就可能怪说你一开始没有杠那个发了，有没有？谁知道呢？你可以回去看一下牌。如果你杠下去的话，或许世界就会不一样。扯，真的扯，比扯铃还扯。哦，对耶，没事。对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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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啦。二三，七。加油，我们入男二吧。怎么？啊，怎么牌都那么丑。啊，还是要学鸟，你要去买个麻将，然后自己在那边摸的音效有没有？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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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绑架场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想离开这里，我想离开这里。
明明没有事班服啊，奇怪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不是四班服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死了吗？那也安呢？哦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他是真的思考在如何打倒杜明，杜明怎么还不反击啊？急死我了！没有机会。白痴，这时候出连突刺，我发疯了，我看见幻觉了。白痴，这时候出连突刺。干嘛？你还想裹？好啦，我知道你有心，不要裹了，打出来，打出来。砰！嗯，给个机会。你听什么啊？康，你九条，你九桶是不是没有了？零压了？看一下哦，九桶三张。七。没有了，这两张要打掉，不然啊，半幺九，相信八牌机，B 几，双等于。别想了，太坏了吧！好歹他带你跑过很多张图，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也是希望他可以合到啊，对不对？他很想在我面前表现，哎。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パン。啊，没南山了，还是有，还是得有人，好吗？哦哦哦，什么鬼？三倍满，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你中了李四吗？四张李宝牌，没了。听牌了吗？还没听。哎呦，这什么鬼？ピーチ、ツノ、チートイ、ホンイツ、ドラニ、ドラニ、三倍マン。定めは絶対です。啊，感谢马同学，感谢利恩，感谢呆鱼。来，这一桌是光玉群的啊，谢谢。你有个梦想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要休息了，没有打到晚上，休息一下啦。也不是逆一吧？你刚刚有逆吗？没有吧？什么叫逆一？你在乱骗。逆一不是从最后一位冲到第一位才叫逆一吗？还是我的观念错误？好，那我很抱歉。
哦，抱歉。这个保存位置。我铃木怎么那么脏啊？刚好在他胸部的位置脏脏的，我现在在擦他。等等，教主你要干嘛？我等下要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你在勾引我吗？我们要干嘛？我休息一下，吃晚饭，然后八点开斗阵台。八点开斗阵，做灰来到顶。好啦，就这样咯，我看一下。小鱼的，小鱼的。所以小鱼说晚上八，晚上欧搭想撞你是指这个？对啊，他一直很想撞我啊。好啦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